大家下午好。发言人好，新华社。我们注意，其实蒋信，你肯定很清楚，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。那么，奉行一个中国政策，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，这是美国政府应尽的义务，也是中方的一贯立场。特朗普总统在通话中表示，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，我们对此表示赞赏。今天记者会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周末愉快。